剑气，哎、欸，被害了。感谢害我，不好意思，不要害我。不行，我一直被安娜丢，就是有种被小美拼成智障的感觉。我被安娜丢。丢一，然后又被小美冰，我受不了了。不行，好像没补是。对啊。我总感觉我被五十狂射，那是安娜。剑气，是我剑气，剑气，我把你们人体的壁垒，哎，他又被害了。啊，干你！贴心的盾，嗯、端补啊！找不到你，怎么又是星星呢、啊？没中星星，越来天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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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啊，不是啊，狂飞，断补啊！哎，怎么抢走了？好、啊，是。你说那一只？为什么全部过来找我，不找你们？对啊，那是。你要我？御驾天通。睡着了。攻防时间一分钟，死亡次数六，所以基本上我攻防一秒钟我就攻防十秒钟就死一次了，你看。我也差不多。不要天冲！被害啦！被害啦！不要这样！不要这样！我想玩！哎呀！只想问那只拳王死过吗？有啊，怎么会没死过？我怎么感觉每次我复活都是他带走？他也跟你复活啊，可以吗？那、啊、你要不要换只？有考虑。
点啦、啊嗯啊！哇，可恶！我要来右键了。嗯。应该不是有暗号。他变废物了。小美尊重。没有遇到。哦，还有在里面的哦。后面还有个星星哦。那个太影在后面。星星啊！啊，他在绕圈，对啊。差点吹到我！后面有，后面有哪里？拳王在里面小道，后面小道里面。敢起啊！翻盾了，哇、哦啊、真累好累哦那卡莉锁这么久只能杀一个啊，一个破盾一个爆头啊，好累哦做啥的？结果是莱伊。我莱伊不是被霸凌的吗？真的，只能月牙平抽。被霸凌。哦，我知道你不是有撞。啊，就这边被我啊！你不来这边早点救我。我怎么自己都不知道？干你不救我，你在那边哦。我想说你是被冰还是怎样？怎么那边不到？你还是在那边发呆。抓到。
气死！不知道我怎么记得我只装一个，等等。卖差啦！哎、欸，我家的路比救我。七。怎么这次箱子就这么好拿啊？影子有厂就有三个箱子了。对啊。刚才死在你隔壁，那边发呆，然后还被抓到。重点还可以上海来，重点是被抓到，重点是上海来被抓到，上海来还被抓到，没上海来就还没事情，上了海来，哎呦，抓到了，人就是你。你的全面破坏对于攻击方很不利。是没错、啊、因为攻击方不能离开。一离开车子就。我们刚刚都是防守方吗？对，对，至少我进来的两场都是防守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有攻击方啊，有攻击方赢的吗？我们刚刚 有啊，我站在车上发呆的十六啊，又是发呆哦，你发呆就可以赢，是这样子。不是，我就是按一啊，按对面莫影在吸我，他吸不死我，就是按这一啊，我看他怎么打死我，他有种爆头啊。防守方艾希瓦又防守，有点腻了吗？防腻，有点累。想攻击了吗？我是还好啦，因为反正我只要放个炮塔之后，然后只要一直滑鼠压着就好。你不是现在玩的其他角色吗 ？CD 那么少，然后就回不去了。那不然我继续玩。那你这个多少秒隔挡？最后检查，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你还玩？谁？没了，没事。他一是两秒一次。他打了一堆喊了，我看不懂，我看不懂。救命啊！干嘛？看不懂，他们打了一堆韩文，我只看得懂科科。太长了。有韩国？你去打那个灾祸。有啊，我打了，啊、打完了。冰打球。有法啦，有闪光。法啦在哪？法啦在天上飞。法啦残，法啦死。球球又来喽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师弟。
哦，在冰了，在冰了，在冰了，在敲，在敲，在敲了。我斗转他又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把你去打。我又少了一个腐尸，他的斗转又爆了。斗转爆了。OK OK。没有关系，像我们的捕尸啊，他说爆了、啊。而且他爆掉的原因都一直，我帮不到你啊！你的没有没有，我只是拿大来跑跑的，我没血、啊。按痛，对不起。我放盾，我放盾，空掉三亿。我滚开了。哎，艾琳断了，没按到，艾琳不动了。艾琳回来了，艾琳。我拍了，我拍了。我还是走了，不好意思，原始开砍了。为什么你一回来就原始开大了？哎呀！艾琳，为什么你回来他就可以砍了？艾琳，艾琳，断掉了。至少我要做一个实验了。救我！哈哈哈！不是啊，不是啊，笑啊！我想问那只仓鼠有没有冒过头？不行啊，打不他、啊。有啦，晕了啦。哦，他把我干成智障。再晕一次啊！我看到原氏在砍。砍我！可是我冰起来了。右边两只。把他跳了，把他还当机了。我觉得应该是他断了，因为他们是同一排的、啊嗯，六排的，所以不可能跳掉。啊！原石在里面，小房间走出来了。他被烧死了。我看他当鬼怪晕了。请问这个炮台看到人吗？原来是位置。有啊，他看到法拉吧？他跳起来的原是吧？我看看，好，这个位置可以。求求有人啊！我觉得我可以打了，需要吗？需要听哪句？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开大啊。不要开大，就把他冰。可是有点难冰耶。你不是你先另一个冰甲，让他撞到墙壁再冰啊？哎，蛮有道理的，来吧。哎，人来了，人来了。怎么没人打你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不行，仓鼠血太多了。我你就打，你就撩嘛，你就撩他血啊！快快快，你们，发现快去帮他们补血！我知道。哎、欸，好嘞，开到补血来了！来了！我这么小
我丢歪了。我也被撞起来了。男兵，啊，他站出去了。对啊，你知道刚刚那两个是怎么死？我刚刚撞到他们面前了，结果他那口味那一回。你知道我的感想是，他们怎么都那么男兵？他女朋友是霸凌王。我只想说，霸凌我的部分哦。哈哈哈哈哈！白痴，这么烂呐！哈哈哈哈哈！可以，所以我只是被追杀，就是要秒你啊！真的，还是不罢休的那一种。比如说我刚刚有站在车上很久，所以我的攻防时间是近。我刚刚站在那个车上很久，他们都去找你们，我就在那边站在那边，啊，那个球又撞不到我。你早说嘛，我就跟着你站在上面，你吸我兵。那个球是一直滚到后面，我不爽，我直接把炮塔下来扯。他们也没去打你的炮塔。后面都有，我站在上面，炮塔在我后面，没人要打。看到我的精彩回，我看是两只狮子说被那个激流的右肩打到那个，因为他不是有一点点击退吗？我被扎到那个那叫仓鼠 DA 上面去掉了。哎呀，我想说我没碰到啊，激流把我推了一下。我看到那个天成演武了，所以是啥？就是你按活动，然后日常那边，只是他有时间就是了。而且你好像我记得还要先排好队伍，然后要按报名。攻了，欸，攻了，要输了，要输了，要输了，了，要输了，还是这支也很要玩，欢迎。我的可爱。
方，就是推车的。小鱼怎么说？说两秒一个，我看是三秒一个啊。三秒大。对啊。白痴哦。我们有拳王，还是那是我们的拳王？那是我们的。我怎么夺命死了？就要问你了。问你啊。我随便右键的呢。很正常啊。大大，你想不是？我觉得你想干嘛，他都知道。真的，你们要补我，我好痛，艾琳。我，你在哪里、啊？我在你旁边，我差点死。我刚刚在帮忙抓那个小美。补不来，补不来，补不来，补不来、欸！炮台会被冻住，好妙、哦！会啊，会啊！完蛋了，完蛋了！补不来，补不来，补不来，真的补不来！补补，补补吗？补不来！好了，等下换补啊！反光的太快了啦！你们血量都太高了，真的是一个补补不来。哎，补血完成。继续推。我一个 Juke 两个可以的。哎，那个小美残了，都说。哎。还是被他爆头。你竟然没有反弹他的大，我没挡到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没在他面前。也是支持。是啊，我怎么觉得真的没有补？就刚刚真的没有啊，刚刚真的没有啊，只有一补、啊。你不要丢黑球，你只能丢。我这是丢资料啊。那你要算好弹的位置。不能只丢这，你要可能就偏那个面向那个有墙壁的地方，弹在里面。你这里那么大，我该怎么丢？哦，明显，很完全的霸凌现场。不然就是你稍微看见你的人的角度。你不是看到这边有这个墙，啊，这墙就这样子打在旁边，这样子弹来弹去就好了。那我你有打过撞球吗？哦，怎么？哎，弯道，对不起。你们在霸凌他？没事喽，白痴哦、喔。后面有个小美，重回战场，白痴啊！要死掉了。请问有劳工不知道？有劳工兄弟准备可以来修炮台一下的吗？他要点坏、欸。我腿太短，上不了车。